要看这个景啊，你跟着那个有姻缘，你跟着 F-16 战机飞一趟，或米格29，整个你拍全部拍完，你会打下来。印度他们都是幻象，还有米格29。你在那个以前我去那个拉萨贡嘎机场，都看到那个歼11啊，大概一个中队。你要看，其实你可以那个有一个节目，我每次看的就是一个叫做他的那个都是高画质的画面，那个澎湃的，全世界各国都有，包括哇，包括克什米尔，他都是用澎湃的哇。可以去看那个地方。哇，你看哇！对呀、啊，这个真的很漂亮。它名字叫做Life of Music， 是吧？这个网站就有。OK。Only two。One minute. 在一分钟之后会停下来拍照。Nankila Pass。OK， Nankila Pass。会停下来拍照，一分钟后。Nankila Pass。Nankila Pass。OK， thank you。上那个又在说，这个没有说这个旁边的谢谢的，没有读书的在一起聊那个话了。刚才啊，我们要听到，他为什么说没有读书才会聊那个？就是说不地学人才会去聊那个话的，那个选择。人家他高兴，聊什么都可以，为什么一定要读书？对的，我说，当时我在旁边，我说，他是。不是要跟我讲啊，对不对？就那个年纪大的那个。就是那我昨天跟你讲的，他比较固执。他说什么鬼地方？他昨天他直接讲说，没有读书的时候才会去读，才会去那个什么，有一个旋转。转经轮。还转经轮，才会接读书。我当时我就无语了，惊呆。头脑有奇怪的思想，他让他觉得基督教就代表他的气了。我不晓得人上有人哦，那是另外一个哦，不是另外，就是那一个。不，你走，等一下再顶那边。不是，不是，我今天确定是来。但你不穿起袖子那很贴近，今天都很轻。怎么会去讲那种话？就这样子。然后那么就是。
知道，那你大概会很生气。我不会，因为什么样？因为八万四什么样的人都有，八万四千种人都要包容。八万四千，为什么八万四千种？我形形色色的人嘛，就一样米，就台就那个俚语一样米养百种，养八万四千种。三教九流。八万四千种烦恼，八万四千种人，那是佛教佛经里面形容的，就是说八万四千种。对。不要去在意。少去跟一些令你不愉快、不高兴的人纠缠。就不要弄弄脾气好了。对。难哪有，管人最难的。尤其现在的风气都是民主的啊，随便谁要怎么样怎么样。他不是说要照相？刚才那个地方不允许停。那刚才不是有看到有车子有停？对，好像军队要干嘛？他说 not allowed to stop。要不然那个景点好棒。